大家好，我是超模伊娃，也是胖子甄圆圆。这个秘密我一直隐藏在心中，很抱歉隐瞒了大家这么多年，也很抱歉以这种形式向大家公开。我曾经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胖女孩，受过打击，听过嘲笑，见到过很多不屑的目光。我咬紧牙关，和命运做斗争。我努力，去让自己融入主流审美，最终成了你们所熟知的超模伊娃。但我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我曾经会一遍遍地问为什么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肥胖症是我，气球人也是我，为什么都是我？但没有人能告诉我答案。直到我成为一名设计师，去深入思考到底什么是美，我终于恍然大悟，真正的美是一种灵魂的自由，是对自己发自内心的肯定和对外界不盲从的笃定。我在想，如果连我都没有办法用真正的自己去面对你们，那我又怎么能说服你们去认同我的设计理念和对美的理解？所以这次大秀我以此为主题，让我的朋友帮我向媒体发了这则新闻。很抱歉让大家受惊了，但我希望我的这位朋友可以像我一样直面自己人生黑暗的过去，接受真正的自己，这样才能走进光明。